就不然呢，我回来一趟，去开家家里去打油去了，我们那边就人们人家都是为三家三的，对吧？回来再去弄弄那个鱼肉，说今天这谁来我这了，家做不了你家呀，到底家里我回去，他是来买的，一直是问的哈，他是干啥？你这话，啥都不会做，怎么这么的说？错了，啊，这我记得。